干什么？你要不要换我这个房？这是什么样？在桌子，一号墙的桌子。还呢？还呢？我不知道他什么样。 这个是回收机。你声音大点说。这个是回收机。你用普通话说。不会普通话。这个是动那个气缸的，气缸那个开关，这个气缸。行走是导这个。 这行走，然后这边这个，这一样的，这个是滑板左右，然后这个滑板上下，这个也是，这个是回收机启动，这个气缸开关。 这个行走，这个是快进退，这个。 这上面的送丝，焊枪那个送丝，焊枪送丝，同样的这个二号的焊枪送丝。上面这按钮就这些功能，这个是调速的。 下来的对枪，对枪开始焊接，对枪之前把这个按钮是焊接调制按钮，打到下面是焊接，是打到下面用调制的时候是这个。
就把那个这个打到焊接状态，方向选择上。你声音大点。把这个回流机，把回流机打开，把换气打开。直接按这个焊机启动，直接按启动。